我先上厕所好了，1小时又10分钟，5:35到，起床。有展望是在3:01。终于到了库珀，在库珀的正中央，快要日出了，准备进那个东风前的小黑森林，走出了第二段小黑森林，天空为之大白，景色也越来越好。准备要到东峰了，3:06也快到了吧？对啊，森林线，梯田可以看到桃山，东峰可以由这边下切到锦溪彼岸。准备要进入369山庄了，双草，看到369山庄了，369后面的这个一山圆柏富裕区好广阔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叫药盐糖？盐糖还可以药啊？这样吗？准备进入黑森林了，看天这黄色的大草原跟红叶，气象万千了。旁边的红叶开得灿烂，车兵汉。车兵汉，这有名的那个石瀑，
学主丹公现在在雪山森林八点四公里左右的地方，应该快要出圈过了。8.8黑森林处，所以有国画啊，还有一些人的那个书法，我觉得很神奇，所以不知道一些石头都变了。哇，颧骨吓人啊！奇迹啊！在走到颧骨的时候 ，GoPro 因为太冷故障了，所以呢，现在用手机拍影片。真是啊，今天也不是特别冷，那 GoPro 是，我看这是。效能不佳，都是红。那登顶了。痛苦，待会下山又痛苦，但是为什么这样还每次都要爬？我错了，枯树红叶。登顶了，快疯了！今天丹公的行程应该是到这里告一段落。早上3:30从西卡，然后现在不到11:30，到水主，应该蛮符合我们的体能状况。也没有出任何状况，那队友有两个没有走上来，另外两个在黑森林抽筋，不知道是不是来得及上来。我们预计12:00之前没有到主峰就返回，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，8:30从西卡出发，然后我们现在大概11:20，到顶峰的话，再休息30分钟，12:00以前下山。到顶，雪山组的。从登山口应该是估计为10.9公里，以海拔来讲，这条路径单攻的话，绝对是 B 级以上，不可辛苦啊！就等最后这一刻了。
左方看到了。水深神脉。现在是刚好十一点半。啊，我们还可以，他们不行啊。因为我们有分保育机构跟技术机构。保育机构就是到山上山屋管理跟辅导巡查。然后解说职工他们就是驻点在游客中心做解说导览。那我们的义务就是一年至少要服刑三次，每次至少要3到10天。然后服刑的话，就是管理处直接帮我们申请入园证，因为现在不用申请入园证，他直接帮我申请入园证，所以是不用自己另外去申请，只要登记执勤，他就会帮我们申请。就是大概就这样子。所以你本身有自己的工作？等一下，我们都大家都还是有自己的工作。然后你自己就一年，因为上来服勤，你自己三餐还是自己要背啊，自己背上来，他不照顾你们三餐啊？没有啊，你山上管理处没办法